老子《道德经》帛书。德经三十八，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，上人为之而无以为也，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，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，则攘臂而扔之。故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也，而乱之首也。贤始者，道之华也，而愚之首也。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，居其实而不居其华，故去彼取此。三十九，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明，神得一以灵，骨得一以盈，侯王得一而以为天下正。其戒之也，为天无以清将恐裂，为地无以明将恐废，为神无以灵将恐歇，为骨无以盈将恐竭，为侯王无以贵以高将恐竭。故必贵而以贱为本，必高矣而以下为基。夫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古，此其贱之本于非也。故至硕欲无欲，是故不欲碌碌若玉，落落若石。四十，上士闻道，勤能行之；中士闻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闻道，大笑之。不笑，不足以为道。是以见言有之曰：明道如昧，进道如退，一道如累。上德如谷，大白如辱；广德如不足，见德如偷；气真如鱼，大方无余，大器免成；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，道报无名。夫为道，善始且善成。四十一，反也者，道之动也；弱也者，道之用也。天下之物生于有，有生于无。四十二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万物负阴而抱阳，充气以为和。天下之所恶，为孤寡不古，而王公以自明也。
物或损之而益，益之而损，故人之所教亦我而教人。故前两者不得其死，我将以为学府。四十三，天下之至柔，驰骋于天下之至坚。无有入于无见，无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也。不言之教，无为之义，天下悉能及之矣。四十四，名与身孰亲？身与祸孰多？德与亡孰病？甚爱必大费，多藏必厚亡。故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长久。四十五，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；大盈若充，其用不穷。大直如虚，大小如拙，大盈如逆。燥胜寒，静胜热，清静可以为天下正。四十六，天下有道，却走马以粪；天下无道，戎马生于郊。罪莫大于可欲，祸莫大于不知足，救莫惨于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恒足矣。四十七，不出于户，以知天下；不亏于友，以知天道。其出弥远，其知弥少。是以圣人不行而知，不见而明，无为而成。四十八，为学者日益，闻道者日损，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，无为而无以为。取天下也，恒无事；及其有事也，不足以取天下。四十九，圣人恒无心，以百姓之心为心。善者善之，不善者亦善之，则善也。信者信之，不信者亦信之，则信也。圣人之在天下，熙熙焉，为天下浑心。百姓皆助其耳目焉，圣人皆孩之。五十，出生入死，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而民生生动皆之死地之十有三。夫何故也？以其生生也。盖为善射生者，灵行不避四虎，入军不披甲兵，四无所投其脚，虎无所挫其爪，兵无所容其刃。夫何故也？以其无死地焉。五十一，道生之而德畜之，物行之而气成之，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。道之尊，德之贵也。夫莫之绝而恒自然也。道生之畜之，长之育之，行之足之，养之覆之。生而弗有也，为而弗恃也，长而弗宰也，
子之谓玄德。五十二，天下有始，以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以知其子；既知其子，不守其母，莫身不殆。色其贵，忌其门，终身不贫；喜其对，忌其事，终身不咎。运小曰明，手柔曰强。用其光，复归其明，无疑身殃，是谓其长。五十三，使我切有之，行于大道，唯以是谓。大道甚夷，民甚好径。朝甚除，贤甚无，邦甚虚。夫文采，改立见，宴饮食，资财有余，是谓道余，非道也哉。五十四，善见者不拔，善报者不脱，子孙以祭祀不绝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有余；修之乡，其德乃长；修之国，其德乃丰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国。以身观身，以家观家，以乡观乡，以邦观邦，以天下观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五十五，含德之后者，比于赤子。方太毁蛇服饰，群鸟猛兽服薄。骨肉筋柔而过度，谓之聘母之会而尊怒，精之至也。终日豪而不煞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长，知长曰明，气生曰祥，心使气曰强。物壮其老，谓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五十六，知者弗言，言者弗知。色其对，闭其门，和其光，同其尘，破其锐，解其分，是谓玄同。故不可得而亲，亦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亦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贵，亦不可得而贱，故为天下贵。五十七，以正治邦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也哉？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，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，人多智巧而奇物滋起，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。是彼圣人之言曰：我无为也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事而民自富，我欲不欲而民自处。五十八，其政闷闷，其民敦敦；其政察察，其民快快。或福之所以，福祸之所伏，孰知其极？其无正也，正复为奇，善复为妖。人之迷也，
其日故久矣。是以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刺，直而不刺，光而不耀。59。至人世间莫若色，夫为色是以早福，早福是为重积德，重积德则无不克，无不克则莫之其极，莫之其极则以有国，有国之母可以长久，是谓深根固底，长生久世之道也。60。治大国若烹小鲜，以道立天下，其鬼不神。非其鬼不神也，其神不伤人也。非其神不伤人也，圣人亦弗伤也。夫两不相伤，故得交归焉。61。大邦者下流也，天下之信，天下之交也。品恒以敬圣母，为其敬也，故宜为下。大邦以下小邦，则取小邦；小邦以下大邦，则取于大邦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续人，小邦者不过欲入世人。夫皆得其欲，大者宜为下。62。道者万物之主也，善人之宝也，不善人之所宝也。美言可以事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也，何气之有？故立天子，治三清，虽有拱之地以先驷马，不若促而进此。古之所以贵此者何也？不为求以得，有罪以免于，故为天下贵。63。为无为是无事，为不为大小多少，抱怨以得，徒难乎其易也，为大乎其细也。天下之难作于易，天下之大作于细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轻诺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难，是以圣人由难之，故终于无难。64。其安也亦持也，其未兆也亦谋也，其退也亦破也，其危也亦犯也。为之于其未有也，继之于其未乱也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有腾之台过于垒土，百仞之高失于足下。为之者败之，执之者失之。是以圣人无为也，故无败也；无执也，故无失也。民之从事也，恒于其非常事而败之，故慎终若始，则无败事矣。是以圣人欲不欲，而不贵难得之祸；学不学，而不众人之所过。
能抚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。六十五，故曰：为道者，非以明民也，将以愚之也。民之难治也，以其智也。故以智治邦，邦之贼也；以不智治邦，邦之德也。恒知此两者，以积事也。恒知积事，此谓玄德。玄德深矣，远矣，与物反矣，乃至大顺。六十六，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是以能为百谷王。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，必以其言下之；其欲先民也，必以其身后之。故居前而民弗害也，居上而民弗众也，天下乐推而弗厌也。非以其无争于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六十七，小邦寡民，使十百人之辟无用，使民众死而远徙。有舟车无所乘之，有甲兵无所陈之，使民不竭诚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乐其俗，安其居，邻邦相望，鸡狗之声相闻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。六十八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，善者不多，多者不善。圣人无机，既以为人，己欲有；既以与人矣，己欲多。故天之道，利而不害；人之道，为而不争。六十九，天下皆为我大，大而不孝。夫为大，故不孝，若孝，岂久矣。我恒有三宝，持而保之，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夫慈，故能勇；俭，故能广；不敢为天下先，故能为成事长。今舍其慈且勇，舍其俭且广，舍其厚且谦，则必死矣。夫此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。天将见之，如以慈援之。七十，善为事者不武，善战者不怒，善胜敌者弗御，善用人者为之下。是谓不争之德，是谓用人，是谓配天，古之极也。七十一，用兵有言曰：吾不敢为主而为客，吾不敢进寸而退尺。是谓行无旁，攘无弊，执无兵，乃无敌矣。或莫大于无敌，无敌晋王无保矣。故昌兵相弱，则哀者胜矣。七十二，无言甚易知也，甚易行也。
而人莫之能知也，而莫之能行也。夫言有宗，事有君，夫为无知也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得我贵矣。是以圣人披色而怀玉。七十三，知不知上矣，不知之病矣。是以圣人之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七十四，民之不畏威，则大威将至矣。无暇其所居，无厌其所生，不为不厌，是以不厌。是以圣人自知而不自信也，自爱而不自贵也，故去彼取此。七十五，勇于敢者则杀，勇于不敢者则活，此两者或利或害，天之所恶，孰知其故。天之道，不战而善胜，不言而善应，不召而自来，坦而善谋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七十六，若民恒且不畏死，乃何以杀尽之也？若民恒且畏死，而为其者，吾得而杀之，夫孰敢矣？若民恒且必畏死，则恒有厮杀者，夫待厮杀者杀，是待大将卓也。夫待大将卓者，则西部伤其首矣。七十七，人之饥也，以其取食税之多也，是以饥。百姓之不治也，以其上有以为也，是以不治。民之轻死，以其求生之后也，是以轻死。夫为无以生为者，是贤贵生。七十八，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坚韧坚强。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故曰，坚强者死之徒也，柔弱者生之徒也。兵强则不胜，木强则轰。强大之下，柔弱之上。七十九，天之道，由张公者也。高者抑之，下者举之，有余者损之，不足者补之。故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，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而奉有余。不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？为有道者乎？是以圣人为而弗有，成功而弗居也。若死其不欲殉贤也。八十，天下莫柔弱于水，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，以其无以易之也。柔之胜刚，弱之胜强，天下莫不知也，而莫能行也。故圣人之言云曰，兽邦之构，是谓社稷之主；兽邦之不祥，是谓天下之王。
正言若反。八十一，何大愿必有余愿，焉可以为善？是以执诱计而不以责于人，故有得思弃，无得思彻。夫天道无亲，恒与善人。